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哈、哦、这个函数对 s 微分，哦，这个我令它叫做 f(x) 啊。那这个的话里面哈、哦，这个我叫做 y， 那这个等于 y 的二分之一次方。好，那我现在哈 f 哈，我对 x 微分的话，等于是 y 哈 ，f 呢先对 y 微分，那 y 再对 x 微分的。好，那你这个 fy 好，这就是 fy 了啊。fy 对 y 微分的话，这微分的话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掉下来，哦，这是二分之一 y 的。二分之一减一就负二分之一嘛，那、啊、乘以多少 ？y 是等于 s 平方加二 ，y 对 s 微分，这一项微分等于零，这一项微分多少？是二 x。哦 ，s 平方对 s 微分是二 x， 要把这个还原，哦、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两倍的 y 的二分之一 ，y 的二分之一就是这个，哦，根号多少呢？二加 s 平方嘛，啊，分之多少？分之二 x。把、哦、这个2消掉好了，那这样就没有了，分之一啊，哦，有一个 x，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。